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咖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嘟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虎生风啊！我们出了我们自己的新产品，这是限量的商品。我们现在来抽我们会员的第五期抽奖。这是会员，总共几个？71个。好。好，对，1到71。有712就好了。来喽，3、2、1，开出的号码是。42号，看一下42号谁。好，潘宏伟，恭喜你。好，请私讯我们的脸书专页，我们就寄出我们的豪华大礼包。好，那我们就开掉喽。掉好。北干，开掉。吃完饭干嘛？今天晚上阿 Z 跟我睡。阿 Z， 阿 Z， 阿 Z。嘉正，猪。准备 A 杀。为了明天奋战，兄弟，我们要做什么嘞？这自成企业社白吉努玻璃居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麦粒，麦粒圆哦，好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先把它加进去，然后加到桶子里面，虾子盖上去让它吸汁。对，吸汁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桶子把你们讲出来就特别不一样。吸汁啊，不是吗？这是深盘南极虾。这是绿标的，绿标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你好好说话。我在床上等好你了，兄弟。我刚刚喝了那一碗精力汤，精力汤特别有精力。这个东西叫做心理作用，明天刚刚团长讲说要2天之后才会发挥作用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怎样？真的非常的兴奋。啊，今天玩开心吧？还可以。我也很开心，但是那一壶只卖300块，我不敢跟你说，被一个熟客姐姐300块杀到爆，姐姐，我给你300块。我们最主要是心情很愉悦了，是吗？当然不愉悦吗？愉悦啊，破纪录，钓更大的，我今天40，我明天还钓46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明天要去一个厉害的钓点，老板亲自带路。哎，老板，今天下雨，是不是没办法去那个梦幻钓点啦？就看明天风浪更好。哦，因为下雨那边是不是很危险？对，它那个，因为它的路有点泥巴啦，所以那个下完雨后会比较滑，哦，比较危险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换去一个安全一点的，对，又有鱼的，真的吗？有这么好吗？有，可以。哦，看到这个笑容我就安心了。健康操，哎，2、3、4，好，开始爬山喽。你要冰箱还是干蛋？给你选。蛋是干蛋。好，那干蛋给你啊。真香啊！别说哥坑你。真香啊！果然是有大男人的风范啊，龙哥。干，我想要找个女人，不是小男人啊。以下开放征女友。你是搞错了什么？大男人的风范，说背包包就背包包。哇，这怎么那么重啊？我后悔了，它好沉。打脸，别说哥坑你。OK， 出发。就是那个嘛，那个。对，这个就是战车吊点，就是我们之前跟 KK 和 Omega 来的那里。战车55据点。战车是一斤650吗？不是那个战车，真的战车。等一下你会看到真的战车哦。对，它会停在前面而已。但那是一个景点，我觉得如果被大家网美发掘，大家也会来这边拍照。对，希望我10年后来它还是长这样。10年后来它就靠。然后这边都没有垃圾，先记录一下。希望大家来看的时候不要乱丢垃圾，拜托。好，我真的要走了，走。这是国宝，这是遗迹耶，这是遗迹了。五五据点，等一下走进去。要克服心理障碍。哎、欸，蛋壳，哇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应该可以吧？坐机场就刚好。但是不能上飞机啊！这不能上飞机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蛋壳，哎，对啊，蛋壳，哎，对吧？应该是很久以前。龙哥，你还想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好好走，走下去。哥是。好，你下去，你先下去。鬼男人 ，Go Go Go！ 对。哦，干好痛！啊，大卫！喂！对，先掉这里。五据点。今天大家出来淋雨，已经连淋了第4天。走，
前面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很精彩。今天我相信应该一样精彩，希望希望。好，这个下雨天消不熄我们钓鱼人的热情，立功钓不钓？不祭奠，立功钓不钓？有人回你就不好了啊！希望他不要回我。好，开钓，开钓。今天这个浪况比较大，0.8、0.9，重点是还搭配了下雨。我们尽量拍，只是我怕镜头上面会有雨水。然后我们现在钓一只竿子鱼，因为这边有钓过，哎，马上要中鱼了。这边比较浅场，岸边这边大概可能一旬半，再往前面一点两旬，因为这边是像是溜滑梯的地形。好，这边旁边右边这边是有点像是碎石区，外面出去那边就是沙地，对，所以你会越钓越深这样子。然后钓组不用放太深，放一旬半，你连石狗公都通上来咬。然后今天的钓组是母线一样，4号阿波1.5钱，子线3号，钩子管副6号。我在马祖大部分都是使用半游动的钓组，比较有效率，也会让你的冰箱比较快满起来。看看我钓到什么。小吊饰一枚，有没有人要做这种吊饰？好可爱啊！挂钥匙圈上面有多瞎趴就有多瞎趴，钩子这么大一根，6号钩都可以打到它，太扯了！快点，老板的烫串手！阿 Z 你惨了，阿 Z！ 这怎么交代啊？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当成少了，好贵！你昨我昨天叫你拿便宜的，你就说啊，没关系，那拿这是贵的好了。都不要留走嘛，好贵啊！减5000，叮叮，那一只粉红色的 SR 勺，我那时候跟阿朱去钓逛钓具店，然后我跟阿朱讲说我想买，然后我女朋友说多少钱？这好可爱哦，可以买。然后看到价钱，然后就直接转头假装没看到，不理我，掰了。重点是那是人家的东西，人家借的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如果自己买留着算了，我干随便。人家别人的东西哦。哎呀。来了。今天没下雨。没下雨。好。然后，但是很可惜，外面好像有些礁水浊。我们上来了，怪物礁。很累。啊。突然，本来要出那边的，那边。对，那边。出这个。然后老板那个船长转头就把我们开在这边，对，怪物礁，我们还在问谁要上，谁要上，嘉迪你们上去，哦哦哦哦，上了，哎，重点是很危险，这边今年没有人上来这边，对，老板跟船家都说还没上，还没上，他会不会没有鱼？有可能，我听那个自成的老板讲，哎，他要上来北面，他最爱来这一颗，因为很大颗，而且北面的礁这一颗。比较有大的，对，小陈哥他们每次来都喜欢上怪物礁，这边就是怪物礁。我们今天来的怪物礁，为什么它会叫怪物礁？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形很崎岖，然后高高低低不太平整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下面水底非常多的碎石头跟暗礁，会让大鱼全部躲藏在这个下面，这才叫怪物礁。今年都还没有人上啊，希望大鱼已经在下面躲起来等我们。好，我们自己去挖掘它们。现在外面那边有点水浊啊，希望等一下水不要浊进来，因为我们今天能住钓的时间不长，我们等一下中午就要收礁，我们要准备坐飞机回去了。对，今天最后一天才有好天气可以让我们吐到这边来。来开钓，今天的竿子白竿2号，然后卷烟器铁壳牛3000型，刀在脚边 ，SR 也打脚边。马上就咬了，你看黑毛哦，哎、欸，这体型都不错，倒在脚边，不要让它流出去，马上就中了。来对地方就是不一样，继续连杆，哎，又下去了，又中，哇，3连杆，哦，这体型可以啊，一抛下去就咬，一抛下去就咬，这就是大咬的感觉啊。再来，继续，看能几连杆啊。有没有看到前面有白泡区？哦，我们就专攻白泡区的这个亮浪角边边，刀住，把线刀紧 ，ASA 卡瑞，有没有？才下去就被洗下去了，又中了，有没有？又连杆了，兄弟，这个就是大咬的感觉，好扯，
终于连杆，哇哇哦，都是用尺寸的啦，啊，多到用八的，我直接八他下巴。太扯啦！沙格，哦，这是体型很不错，很漂亮。呼！他们就来接饵了，他们最喜欢那种这样乱洗乱洗那种感觉，那个饵自然的飘动，他们就会有啄饵的欲望。这是这一趟里面最大只的黑毛，好，等一下，希望再更大只一点。大海就是这样子，一言不合就开啄，啊，水已经啄起来了。但是其实比钓鱼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本身的友谊跟生命，生命诚可贵。好。装备绝对比鱼还要贵，所以不要为了多钓那一点鱼失去了装备，甚至让你的身体受了伤，那是非常不值得的事情。确保所有的安全再开始再钓鱼，这才是我们钓鱼最基本心底的初衷。我们只是钓鱼为了是放松，好玩，享受这一片美丽的海洋。来哦，水清哦 OK， 大只的，现在水开始清下来了，又开始咬了，来来来，又开始做工了，上工了，各位，我换了五号线、五号直线、八号钩，啊，钩这个螃蟹下去拼拼看，这怪物礁有没有怪物？因为我发现我们刚刚钓的那种 size 的黑毛偶给都少了很多，哦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大只的进来，所以会把他们赶走。啊，你看，吃完了，我就说有。或者是馒头啊。小嘴的，剩下脚，哎，很大只，哎，我这螃蟹很大只呢，剩下脚，哎，啊，我刚应该开枪了，剩这样了，哎呀，哎，再抓一只，再抓一只，继续抓，龙哥，龙哥，哦，一口一只，这刚好就是一口一只，这比刚刚赛子更 OK， 哎，靠边，冉兄弟，你在怕什么啦？我没有怕啦，我要抓他，直接跑了啦，最后天。结束了，然后刚刚我在换了后面那个凹，那个大内凹，我连拉五只，然后那个结果就看到宝宝的船，宝哥的船就这样啊开过来，然后宝哥就这样，完了啊不行，我们要坐飞机啊，对，要守，看一下，这一台，这样。哦，新的冰箱就有好的开始，有一段时间在躲那个浪。我在躲那个浪的时候，把装备全部串在一起，结果一转头水就躲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装备全部整理好，取水桶，我们用那个绳子把大家装备全部串起来。没办法，一啄了大概四个小时吧。对啊，可是啄的时候是花花的，花花的，就偶尔一两只，捡一两只这样子。你看看这个体型，哇，哦，好夸张哦，给人家清苦，真的很开心哎，这是我们这一趟北竿行。钓最好的一天，啊，差不多钓的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大家期待一下，去看一下他的影片，大家都不错，对，大家都钓得很好。然后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天，我要感谢青海民宿老板资讯哥，他是跟大家讲个秘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是矶钓大赛冠军。没有，他很低调，他很低调，他钓鱼真的很厉害，他很低调，你不要把人家秘密都讲出来了。没有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就是要相信老板，老板带你去哪里，跟你讲怎么钓，相信他，老板不会骗你，老板绝对不会骗你，人家是冠军。这个讲话出来就是很实在啊，有实在的。好，谢谢深盘南鲸虾，
阿张，还有自成汽车社的小陈哥，啊，才有我们今天这些鱼货，太棒了！还有谢谢龙哥，龙哥在洗东西了，哎，龙哥跟阿 J， 啊，这几天我们互相帮忙，互相照顾，对啦，要这样，钓鱼一定要就是有朋友，不要说一个人上去了，干，我钓到一只十斤的大黑蛤，拿起来。没有人分享，一个人在那边很无聊。没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就没有钓鱼的那种乐趣感觉。最重要是跟朋友一起出来玩的那种快乐。大家来，记得也可以去找青姐吃饭。OK， 宝哥团长，宝哥团他是亮岛接人的，对，他是亮岛。对，我们今天没办法去，因为我们要赶飞机了。赶飞机了。不过其实亮岛人多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去跟人家抢。对。亮岛人多的时候，两艘船，如果假如可能二三十个人、啊、去了。整个岛有二三十个钓位吗？不要说，然后有那么多钓位，那全部 ASA 打下去的时候，那会是什么情形？对啊，跟基钓大赛一样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观看这次影片，还有这一系列影片，我还会再继续来挑战我的记录，还有我的生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还不要忘记珍珠三兄弟订阅、大家分享。我是干阿迪，阿 J， 大家下次见，拜拜拜拜拜。我要回去叫我妹，跟你爸去。我妹，跟你爸去。后面就有了我妹。嗯。